为你一旦伤病来了，意志力就会消沉。配合队医和教练的开导，这是很重要的。炎症恢复治疗机，它这里是有很散发热度的，但我手这里它就有很高的热度，它热度能透入到你肌肉里面，主要的功能在于就是说你的上面有点炎症，能把你的炎症消除掉。我们训练回来都会偶尔做一做，那做十几分钟就够了，它有效的缓解你的伤病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